龙武功天天堂诵经课，提早做练习。有功名先生，好比就很厉很棒。我激动后，我就羡慕好高大。那你有幸在森林、朝山林里面，会在活冈山的佛陀纪念馆，通常都在圣诞节12月25号。新年的武功天天堂有参加。没有办活动呢。最有千岁他们，很虔诚的信众称呼为醉王公主，还有假王公作，假王公作，王公作，假王公作，那是东晋的名相谢恩，打败前秦的吴坚，淝水之战获胜，安邦定国。醉有千岁就是东晋的名相谢恩。那另有岁有元帅，岁有元帅是大将，是好像是他的亲戚，好像是他的侄儿。谢贤有待研究啊。哦，典礼大会在彰化和美镇庆安宫举办，是国历12月17号，圣诞节前一个礼拜。哎呀，不到一个礼拜，哦有超过一个礼拜，是礼拜天了哈，农历10月30号，10月30号，是有千岁的假王公主，是王公主联谊大会，心灵龙武功天恩堂邀请善男信女一同参加，并在下午鹿港半日游览，费用600元，中餐、午餐、还晚餐哦，车哦，中餐就是午餐哦，还有晚餐车哦，保险，限额40名哦，就报名。心灵龙武功天恩堂就在这个南行国中的时间，钢骨艺术作品的那个公安路。